嗯，我说过了，嗯，都已经长根长芽了，有的就直接把它种在地上，然后说怕那个常常下雨的时候瓜落会烂掉，影响到烂根烂了芽，所以他把它切开，但是啊，小心了，不要切断了那个根芽的部分呢，它切到种子说断了一片呢。一片不完整了，断了1/3片了，也没关系的。瓜肉跟那个有根芽的种子的地方分离再种呢。哎呀，常常下雨的时候说这样分离来种比较不会烂根烂掉那个芽，还要这样保护啊。